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科学的进步，这些传统擦屁屁的方式什么的都弱爆了。看吧，这才是全新的擦屁屁方式。你的屁屁干净吗？当然，我天天擦屁屁。我们来做个扫描吧。流氓，这么多细菌啊！树姐湿厕纸擦屁屁，湿擦更干净。我们再来做一次扫描。流氓，真的好干净啊！用了树姐湿厕纸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屁屁干净问题了。舒洁湿厕纸擦屁屁，湿擦更干净。